开封，江爽商场天花板，当之无愧的天花板啊！今天咱去一个啊，开封的粉丝给推荐了一个无名洋爽商店，没有门道，没有招牌，啥都没有，但是生意异常的火爆啊！说是开封洋爽商的天花板，这个天花板可不是我说的，是开封的粉丝给开封的朋友介绍的，说开封市民都称它为开封的洋爽商天花板。改道路进。昨天来都没找着，你没有门道找不到。没有门道，我让你打听。收了，要不这，电话啊，能开。好嘞。哎，这嘞，哎，老板生意好啊，老板生意好。哎，啊，来个特写，生意好着很，你门头都不关。这肯定都卖给熟人，都卖给老汤哥。你不是老汤哥，你是你都不知道卖啥，你不可能跑来吃。开多少年了？啊，再一个，你看开封这环境多好，往路边一坐，你看都敢吃，营养高不高？25元，便宜不？吃到开封都很难吃到了。为了更到位，没有那一个，你看有了那个当地非常大，这是哪部位？嗯，还有这应该那爬走。我们拿钱，我也说两句吧。他妈的好喝，真好喝！我再给他几天，我都中毒了。哈哈，对。比咱中国那个牛大汤，那没法比，这东西真好喝啊！哎，别看我吃过了，哎，那有时候那样找，估计说那还是不好找。啊，他没有门脸，没有名声，将来喝着着脸有啊。他那叫方汤汤，实际上就是羊杂汤啊，羊杂是羊肝、羊肺、羊脸啥都有，这。它就是方肠加外啊，是羊杂里边的经典东西，高配版经典东西，这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嘛，没加料，关键好肉好喝。刚开始想着不敢喝，现在妈再喝两次喝上瘾了。他们都喝酒，好，都喝这酒。我看开封这边，他们这洋爽商场可招酒，是开封一种文化了。就早起来这一碗中午。都吃了，他家这个没有牌子，没有招牌，就是东西实惠，啊，实惠干净。认识老赖不认识老，我不卖给你。熟人介绍了卖，不熟人介绍了他不卖，所以我带着你，你带着钱，咱俩一块儿来啊。所以开封人啊，对他这家评比了啊，开封洋爽商场天花板，当之无愧的天花板啊。刚才我跟你说了啊，这个天花板不是小二哥说的啊，是开封的市民给你称为啊。